A 队老秦、文静和迪哥，好六队。B 队是俊俊、小婷和哲明 ，C 队小远、虎子、柱柱和世泽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的所有朋友到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。好，各位可以试跳一下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轮天猫送了福气的游戏规则。我们所有成员呢需要站成一圈，然后按照我们嘉宾给出的规定动作来进行舞蹈，然后在我们的盆子外围逆时针跑。当听到我们的何老师说开抢以后，所有人就要来抢盆子。倒计时结束之后，同队的两个人需要在一个盆子当中，那么就可以获得答题的机会。答题的方式呢是共享大脑，每人轮流说一个字的方式，要连成一句话，但是只能是七个字，而且不能说什么我很喜欢你哦哦。对对对，是我们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是不可以的。对，然后最终我们会按照总积分来给大家获得尾巴的这个数量。哎，这一轮依然有两个小狐狸，而且呢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咯。你注意点啊。我怎么了？咱俩是狐狸，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警惕哦。我还在动。不可以和自己的队友站在一起，我们要错开站。得岔开，得岔开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不是，不是，龙俊，你去，不行，这俩太恐怖了，这俩一前一后，没人害你，哎呀，你走开。第一轮要示范动作是谁？何老师是小远，来，好，我来一个我的那个新歌的标志动作啊，来，看好了啊，大概是这样啊，看好了是这样，一二三四 ，OK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来开始。开抢！快来，快来！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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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开抢！蔡文静，蔡文静，蔡文静，蔡文静。侍卫是保护公主的。开抢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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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你俩是一对的吗？是一对的。你俩真的是一对的吗？这真是一对的，对。太棒了！杨哥、杨世泽呢？侍卫是保护公主。太棒了！我想加入祝绪丹的队伍。杨世泽，杨世泽。五、四、三。哎，虎子，虎子，快抢，快快抢，快快抢，快抢，快抢！一。胡子没坐进去，好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跟你，我俩正好正好在。好，所以世泽和小远有答题权，然后文静跟迪哥有答题权，然后俊俊跟小婷有答题权。脑洞大一点的，别说的太普通，这不好玩呗。好，你们先来，好不好？什么题？来了。前任做什么事会让你念念不忘？你俩的，脑洞大一点的，快，快，就这一个字吗？点儿，离婚，啥东西？可以继续，继续，快点，快点离婚，来，找我。快点离婚，找来找我。泽林，觉不觉得快点离婚听起来十二集能说完？啊，快点离婚来找我，得三十六集吧？真的。你本来想说什么？我说快点离开我，快点离我远点。没事没事，这好玩，这好玩。
就是希望前任回来跟自己复合嘛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下面文静跟迪哥给你们出个难的题吧，好不好？看到自己正在热搜上，你会说又上热搜有多好又上热搜有多好。我觉得迪哥本来想说又在热搜有点怕对之类的吧，越说越开心说到情绪转变了。我们想答一下，我们想答一下。你想答一个是吧？初恋找你借钱你会怎么回答他？你不是有老公吗？太牛了。好，这一轮呢我们要规则升级了。是的，那因为我们在某一个盆子里呢加在了我们的天猫超级单品，嗯，如果是想到了超级单品的盆子并且答题成功，那每个人可以额外再多一根尾巴。迪哥应该还记得刚才的信息，全世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哪个盆子里面有超级单品。我肯定不跟你们说啊，想啥呢？但是他们会盯着我，待会儿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就在你旁边了。13号、啊，但是要想办法，因为他们会盯着我，我去抢1号。好，接下来请柱柱到舞台中间来示范下面的动作。有点落枕的企鹅。哪盆是重要的？13号，我去抢1号。开始抢！开始抢！我去抢1号。迪哥那个盆子是超级单品，迪哥那个盆子是超级单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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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他们那个盆子是，迪哥好聪明啊！超级单品的盆子就是3号盆，耶！来，先老秦跟文静来答题，对，把它揭晓一下超级单品。哇！谢谢天猫给了我们这个福气。请问，异性给你买什么东西会让你非常的心动呢？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的东西？对，7个字。7个字是什么东西？你先说。天。猫。不够，不够，字不够。旗。剑。电。的。包。哦。可以的，这个是真的可以的，这个真的可以。好，到这边了啊，来。听到别人说你对象坏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打，来电话。你算老几？没所谓。
明白了，也不是很爱他对象。就放一句狠话，你是老几没所谓。骂就骂了，骂就骂了。行，还可以还可以。好，下面是俊俊和哲明。你听过最虚伪的话是什么？钱。钱。随便造吧，是。是。我心钱是我心苦赚的。哦，我以为前世是前世今生只爱你最虚伪话，没想到钱是我辛苦赚的，非常合理。而且这句话为什么虚伪啊？因为钱是他辛苦赚的，不是我辛苦赚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最后一轮了，接下来是终极战，最刺激的来了。刚刚呢只有一个人有天猫超级单品的这个信息，而现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天猫超级单品就在这儿。哦，没错，一号就是他。对，三号不在世了，三号不在世了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的乘风姐姐蔡文静来做动作示范。来，开始转圈，好，动起来。开始抢，开始抢，救命啊！时间到。哎，真的只要有一个名的就大家就会，你看这么多人都没有答题权啊，都哦，反倒没有了，反倒，哎呀，哎，一帮神针，是是是是，你有个盆，你有个盆，但你没搭档。好，那我们来答题了。你俩来，你俩 CP。好，下面到哲明和小婷了。这一题，如果想要对象帮你清空购物车，你会说什么呢？你够有够什么？有够有天，你共有天，够有够有够有，你够有。他也想参与，没事，你来吧。我要笑死了。听到别人说你对象坏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打来电话。你俩来，你俩这些，你共有天，够有够，你够有。他也想参与，没事，你来吧。我要笑死了。你们来吧。不，你够有天赋。够，帅，你够有天赋，够帅。哎，可以，就夸对方嘛，让对方帮你清空购物车嘛。其实还行，还可以，很有逻辑啊。哎呀，就是我跟你说，该说不说，这两个人打的每一个字都踩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真的是不是？就是我们本来以为他要说下一个字了，就比如说刚刚那个，你离。我脑子里反正想的是开哦，他们竟然说的是婚，前世我赚的。